剑的任务，伤害三，重型战车，重型战车伤害三次。敌军应该没有重型战车哦。秋山嘛，一定不能开 T64。秋山好了，伤害三次。好吧，就秋山吧，秋山应该蛮好解的。武器神针抽三下，找到一台中坦抽三下就行了。小对面没有六阶重弹，对面重弹就一台哦，哦两台。好啦好啦，两台重弹，但我觉得我会被三零四打死。哎，希望对面重弹是走热。白场啊，这招后面有驱逐啊。今天给 KV1 去弹的啊。刚好怕他等下直接要推进去。哦哦哦。靠背哦，背要拿去啦！干，不要打死他，我还要打，我还要打，我只打到一发而已，我打三发，你们都滚开！啊，好，任务解掉了，哈！谁才会玩呢？看他直接上金打我。哎，他任务也解掉了，可恶！刚好让他打了三发。对面这两台驱逐不知道在哪，然后三零四，干！靠腰啊！干，居然没打死他，哦，真的是。
我好像每次秋山伤害都打不超过七，哦，这次居然打超过700了。天啊，自瞄！小飞好丑。啊，这次居然一场就解掉了。选对车真的是蛮重要的，排名第一呢。